哎，女朋友，送我去拳馆，然后晚上来接我。哎，程烈，进入角色很快嘛。嗯，以后就直接叫我名字吧。圆圆，你的裸颜是我发的。哎呀，你起来吧。哦。这是隐私，你凭什么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有这个录音的？哎，璇璇，我用一下你电脑，听我的庭审录音啊。请你自重，小姐，是你主动找我要一个机会的。不行，我要下车，你给我停车，停车。所以说，你就装作不知道，然后把这个录音发给了程立啊？不是不是，发给了会议网。感情你们三个串通好的，还让我当着这么多人承认自己是程立的女朋友，再被他开除，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你这怎么可能是惊喜？那成立公开示爱，还不是惊喜吗？这是惊吓。打不过王栋，还打不过你了啊？喂，女朋友，我想发段视频，你别忘了，你还是我助理呢。哼，哎，来，干什么呀？我不想看你耍帅，我只记得你被王栋 KO 在地上的场景。我就是要耍帅给你看的。厉旭旭小姐，我为曾经对你的骚扰表示诚挚道歉。我是臭流氓，我卑鄙无耻，你是小仙女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。祝你跟程总幸福美满，早生贵子。这字太小了，我没读错吧？别拍我，拍他。我发现你对自己的反思很深刻呀，就这么点儿？哎，继续反思。不行。哎，不给。哎，不行。哎，给我。见过操场的那个馅饼店了。去哪儿了？去那个女生那屋里面。上来上来。啊，上来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加上片子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来来。没有，来，收工。用。害怕了，突然不知道为什么。倒，然后回手就一下，顺势起身就，然后你再打一下，对，就是，那你同学又画了。